他在研究植物。这是什么植物？这是杂草。杂草也是杂草吗？这个是牛还有羊很喜欢吃。是这种。妈妈也很喜欢吃这个。因为它很粗，很粗很厚。粗很厚。才可以吃饱啊。那这个也是吗？羊喜欢吃绿绿的，然后像是牛啊马，牛的话，马喜欢吃干干吗？马和牛都可以吃干的，但是羊喜欢吃绿的。那别的都干吗？塔塔？什么是塔塔？什么是？我不知道。